各位来宾，各位球迷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宝能2020全国乒乓球锦标赛，今天我们相聚于威海南海新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，与乒乓选手们共同追求卓越梦想和体育精神的共同圆满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双打比赛，让我们有请裁判员、运动员入场。女子双打半决赛，由来自山东队的陈梦、黑龙江队的王曼玉对阵来自上海地产集团队的陈毅、江苏 ZGL 队的快曼。裁判员杨怡妮、叶辉。
猜拳。陈梦王曼玉对蒯曼陈玉，第一局。陈梦发球，0-0。0-1。1-1。3-2。5-4。5-5。6-6。
七。8-8。8-8。9-9。9-10。11-9，陈梦、王曼玉胜第一局。先到，谁先发球？第二局，陈毅发球，0-0。
1-0。2-2。3-3。3-3。6-3。4-6。5-6。6-6。6-7。
4-6。8-7。9-9。10-9。11-9，陈梦、王曼玉胜第二局。第三局，陈梦发球，0-0。1-2。
3-1。4-4。5-5。6-2。2-8。9-9。10-2。10-3。3-3，陈梦、王曼玉胜第三局。谁先发球？第四局，陈毅发球，0-0。
零比一。二比三。三比三。三比三。六比三。4比6。5比6。管曼、陈毅请求暂停。这球为什么把它中了？哎，通常都是这个就扎点，扎直点。上面那个人的这种衔接一下，对吧？好。5比6。六
比六。7-8。9-8。8-10。11-8，怀曼诚意胜第四局。谁先发球？第五局比赛，陈梦发球，0-0。1-0。2-2。
0-3。2-4。3-4。6-4。5-7。6-7。7-7。擦网，7-7。
里班。姚比班，8-10。9-10。11-9，陈梦王曼玉4-1胜。回防又全是这样，全是跳，谁也不管人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他们拼的。
接下来将进行的是女子双打比赛，让我们欢迎裁判员、运动员入场。停，孙颖莎、王艺迪对张强、齐飞。第一局比赛，王艺迪发球，0-0。
1-0。1-1。1-2。3-1。4-1。2-4。2-4。3-4。擦网，重发。3-4。5-3。6-3。3-7。3-8。擦网。3-8。8-4。8-4。9-4。14-10。4-11。王艺迪、孙颖莎胜第一局。思路挺对，厉害。他第一个人贴完阵子就立这个阵势。是吗？他们现在贴完自己跑过来，这赶紧保护反手意识特别强，所以再追他一把阵势，就打过来，让他们两个定位一起，这个重复落点很大。对，那他们一打是他们不动。
挡的吗？没这样挡。这东西不到是白短，它里面是破挡，那个是白短做的，这个里面有对，它有男生的是不是？那边穿个俩人的，再看一下。好，转起来可以，挺好的，就是短的话，接着一点，注意点啊，打不通的人你自己得准备打，加油加油，挺好的啊。第二局比赛，张强发球，0-0，0-1。2-0。2-1。1-3。1-4。4-2。4-2。5-2。3-5。3-6。擦网。3-6。7-3。7-4。4-8。4-8。4-9。10-4。
11-4，孙颖莎、王艺迪胜第二局。摇一摇，第三局比赛，王艺迪发球，0-0。1-0。1-1。2-1。2-1。2-2。2-3。3-3。3-3。4-3。4-4。4-5。6-4。5-7。
6-7。6-6。7-7。7-9。7-10。8-10。10-8。10-9。张强、齐飞请求暂停。球轻，但是转。因为我们现在点没踩好，你再等个，再等个半拍，等下来这个再。快出手！哇，啊，这个近，接手近一点过去的，下一板也，你不是现在就是好像我一出手就要得分，你只要把落点打好，哎，上台的下一板的主板也。没有多少，把心放轻一点。啊，中。哎，有准备就行，心态放轻一点啊。注意点落点，其实注意点落点。大哥。10-9。11-9。张强、齐飞胜第二局。站得很定，他们就出不了很高质量的球。
我们就有一点嘛，就有机会了啊。时间到。第四局比赛，张强发球，0-0。0-1。2-0。2-1。1-3。2-3。3-3。3-3。3-4。4-4。4-4。4-5。4。7-4。5-7。5-7。
5-8。9-5。9-6。9-9。7-10。7-7，王一迪、孙颖莎胜，第四局。节奏控制。第五局比赛，孙颖莎发球，0-0。1-0。0-2。0-3。4-0。4-1。4-4。
2-4。2-5。5-3。5-4。擦网。5-4。4-6。4-7。5-5。5-5。8-5。擦网。8-5。5-9。5-10。擦网。5-10。5-5。王艺迪、孙颖莎胜第5局。3-2获胜。Sorry, 4-1获胜。你俩就是说
男子单打半决赛，由樊振东。
樊振东对梁靖昆，第一局比赛，樊振东发球，0-0。重发，0-0。0-1。1-1。重发，1-1。重发，1-1。1-2。2-2。2-3。3-3。4-3。3-5。3-6。6-4。7-4。4-8。
14-9。重发，4-9。10-4。10-5。11-5，第一局梁靖昆胜。下不来，这个非常好，你知道吗？下一局注意，他有可能会第一板花你牌，第一板花球会花你牌，查了你牌小三角，相对当中可能会丢给你中间，给你正好给你形成对狼，你知道吗？这两点稍微注意，好吧，加油啊！非常好啊！时间到，樊振东。第二局，梁靖昆发球，0-0。1-0。0-2。0-3。3-1。4-1。2-4。
2-5，22-5。5-3。梁靖昆继续比赛。6-3。重发，6-8，6-3。3-7。4-7。8-4。8-5。5-9。6-9。9-7。梁靖昆继续比赛。9-8，暂停。这就发挥强度吧。方向面对。滑滑短，很明显。对，头疼。相信。
不要老想这种主动抽死他，知道吗？电线这边质量可以，这没问题。如果在中间这一块，你就跟他相冲住，他也抽不穿，敢于跟他打反击，因为他现在相冲，他现在打不过你，成功率他打不过你，知道吗？七八球的时候还是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该劈，你感觉该劈的时候就劈，就往中间抢，知道吗？能摆住也可以这种慢割，慢割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抢那个点，因为他发这球，第一你还要定单核，你知道吗？七八球都是，有信心啊。这个局面是你最想要的，把握住自己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这局面是你最想要的啊，自信啊。9-8。重发。9-8。9-9。10-9。10-10。10-11。11-11。12-11。13-11，第二局樊振东胜。怎么办？是不是抽？要不你发完正端。然后从这到这你抽他，也有可能抽死他，你知道吗？或者说你就直接第一把是一个中性，然后跟他相持，你有这个自信跟他打对方，然后嘛偶尔抽一下，这样退出来，退出来就抽，你知道吗？摆你就回摆，对不对？发球还是你正过来的，还是从中间正过来这一块，配合发方向长的，发方向很远，
这么难，击杀他特别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就相持感觉稍微太强势了。对，他们这个经历有一个在这个时候相互来往，然后相持就是正常，一边两下，正好是两下两下，我看看。双方运动员继续比赛。第三局，樊振东发球，0-0。0-1。2-0。2-1。1-3。1-4。4-2。5-2。3-5。3-6。6-4。
6-5。停，梁靖昆，不要拖延比赛时间。6-5。6-6。7-6。6-8。重发，6-8。7-8。9-7。10-7。8-10。11-8，第三局，樊振东胜，樊振东2-1领先。应该不能有，另外一面有没有？抓不着了，跟前三局完全不一样。前三局可以抓的，你可能转移点其他的注意力，然后敢于跟他摆个扔两三把以后再去戳，或者第一板也有快戳，这个时机非常重要。快戳完以后，这板还是要下手，还是要下手，你知道吗？除非你感觉特别转的，拉你特别别扭，没一个球。
但是还第一板需要下手，现在给的这块压力并不是那么大，你知道吗？还有这种政治的逻辑性也要带进来，你知道吗？心态。第四局，梁靖昆发球，0-0。1-0。0-2。0-3。4-0。4-1。2-4。2-5。5-3。5-4。5-5。樊东继续比赛。6-5。
6-6。6-7。重发。6-7。8-6。9-6。7-9。7-10。重发。7-10。10-8。10-9，暂停。
暂停时间到，想你，咱们继续比赛，请你。10-9。10-10。11-10。11-11。梁靖昆继续比赛。12-11。12-12。13-12。14-12，第四局樊振东胜，樊振东3-1领先。被他们抽死拉死，然后这种球你心里不会发慌的，但是你要被他瞪死，你心里会对你的自信会受很大的打击，然后这一点非常你这点你要非常清楚。还有一个，现在前三把其实大家都是能在5-64-6其实都差不多，主要在相信这种卡位，你知道吗，和这种拧跟戳这种时机性，你知道吗，你现在开局打的都是非常好，就是到中局这一块，你知道吗，会
会走几个神，你知道吗？或者说自己会犹豫那么几个球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种局没有。时间到。第五局，樊振东发球，0-0。1-0。0-2。0-3。4-0。4-1。2-4。2-5。重发，2-5。6-2。7-2。3-7。3-8。
9-3。10-3。4-10。11-4，第五局，樊振东胜，樊振东4-1获胜。
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单打比赛，有请裁判员、运动员入场。
马龙对汪楚钦，第一局汪楚钦发球，0-0。1-0。1-1。2-1。2-2。2-3。3-3。4-3。3-5。4-5。6-4。7-4。4-8。冲发，4-8。
5-8。9-5。10-5。6-10。11-6，马龙胜第一局。好，时间到。第二局，马龙发球。0-0。0-1。2-0。3-0。1-3。4-4。重发。1-4。过来，过来。5-1。
5-2。3-5。3-6。冲发，3-6。7-3。7-4。5-7。冲发，5-7。5-8。8-6。9-6。6-10。7-10。
11-7，王楚钦胜第二局。时间到，王楚钦，你瞧。第三局，王楚钦发球，0-0。1-0。0-2。1-2。2-2。2-3。2-3。4-2。4-3。4-4。
5-4。阿天，继续比赛，5-4。5-5。6-5。5-7。6-7。8-6。9-6。6-10。7-10。11-7，马龙胜第三局。
时间到。第四局，马龙发球，0-0。1-0。1-1。1-2。3-1。4-1。1-5。2-5。5-3。5-4。4-6。5-6。
六比六。七比六。六比八。七比八。八比八。出发，八比八。八比九。中发八比九。中发八比九。十比八。十比九。王主席。
第一比赛10-9。冲发10-9。10-10。10-11。12-10，马龙胜第四局。时间到，第五局，汪楚钦发球，0-0。1-0。0-2。0-3。冲发0-3。3-1。
3-2。重发，3-2。2-4。3-4。4-4。重发，4-4。5-4。4-6。那请继续比赛。5-6。7-5。8-5。5-9。
6-9。10-6。11-6，王楚钦胜第五局。时间到，第六局马龙发球，0-0。1-0。0-2。出发，0-2。0-3。4-0。5-0。
0-6。1-6。7-1。8-1。2-8。3-8。9-3。9-4。5-9。马龙请求暂停。暂停时间到，
一比三，五比九。冲发，五比九。六比九，十比六。十一比六，马龙胜第六局，马龙四比二获胜。